2月10号，最近因拍摄新综艺下线许久几天的我们火羊宝，也是被黄牛叔叔给爆出了几张鹿头照呢。穿着红色外套的我谦，这拉着小朋友的背影也是哥哥力十足呢。而正面反戴帽子的我们小哥哥，也是好看到不行呢。之后的官宣高清图也是一阵暴击热，这蹲下来和小弟弟说话的顺毛谦，自己还是个乖仔仔吧。还有这带着小孩子去泡澡的样子，本来真的强烈要求不要放过易烊千玺洗澡的一分一秒吧。随后一段我们阿西小时候跳舞视频，也是给网友扒了出来。从小就是武林高手的我谦，这小胳膊小腿的动起来真的太好看了。芒果拉新闻，像魂川那个宝宝和我谦一起去泡澡呢。报道。